姐妹们上行在蒲团，这个是我冻过的。你看它里面的巧克力多厚，真皮薄馅大。就天热了，大家肯定不想看那种爆浆的感觉了，就冻着吃真的好清爽啊。而且冻着吃没有那么甜了，就跟糯米糍的口感一样。这就是常温打开的，看，就现在天气热了，它直接打开就是这种有点爆浆的这种感觉，不用特意去加热了。外皮软糯拉丝，不是硬邦邦的那种。它里面这种一颗一颗的，就是法芙娜的爆爆珠，特别丝滑细腻，老好吃了。就小小的一个，能量满满，里面的巧克力真的可多了，就建议大家现在收的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，特别好吃，而且它的甜度也会降低一点。这个也是冻过的，冻过的里面就是凝固的。嗯，超好吃。